叔叔见，为什么不能和谁吃饭呢？患者可能会问：“我上半身麻醉也需要进食吗？”是的，无论你上半身麻醉，或者是半身麻醉，以及全麻，都需要进食。那为什么要进食呢？这是因为在麻醉当中，你意识的丧失。或者意识不清时，都可能因你发生呕吐而把呕吐物吸入肺中，引起吸入性肺炎。而吸入性肺炎是一种可能危及生命的麻醉并发症，或者是合并症。为了减少这种合并症，麻醉前的进食是必须的。半身麻醉的病人不是意识清醒吗？原则上是的，但是在手术当中，可能由于手术的需要，或因半身麻醉的折腾程度，以及麻醉平面的高度不够，或者由于其他因素，药物的过敏等原因，而可能改成全身麻醉。为了意外情况发生，潜意识的需要，避免呕吐导致的窒息情况的发生。所以，即使半身麻醉的病人，